一心受一情变卦，一世魂魄无留名，啥人做会到无分无怨的运命？叹一声，心事百心痛，什么是输赢？一盏过一盏，一山过一山，回头一个看，回头真足痛。一寸风中冷冷的笑。我真感谢您对我付出来，啊，不过我较想袂开的是，我袂当选择我的出身，我的命运。连你嘛爱跟我滚生笑，我甲我的亲生妈妈，竟然是伫个心理设备进行下伤面，我甲文中袂用结婚，竟然是伫个发现公证的时阵，才知影我甲伊是邪门啊！我嘛是人，我嘛有债权哩。对白，我来安尼做，是不得已的苦衷。我唔敢求你原谅，因为这一切拢是我唔对。既然你知影这一切拢是你的唔对，你就无应该出现在我面前。玉兰，你既然唔承认阮母仔囝，是安怎你要走出我的下路？妈妈之前嘛有开记者会，你敢看唔承认我是你生的查某囝？是安怎今嘛，搁要跟我相认？你爸爸有伊甲你的 DNA 证明，骨肉至亲，这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。伊即摆暂时无法度接受，即嘛是真正常。玉兰，我唔敢唔瞒你，叫我一声爸爸。不管妈妈要过身之前有甲我交代，叫我一定都要好好照顾。唔免啦。我已经二十多岁，我会当照顾我自己。爱我勇敢接受这块事实，那呢，我干嘛选择开刀失败？哎呀，求啦！你哪会讲这种话嘞？大家安尼讲安尼做，拢嘛是因为关心你的身体健康。阿勇是你的亲生爸爸，你对伊讲这种话，你敢知伊心内是偌尔艰苦？过去我甲你妈妈的代志，我唔知要安怎向你解释，也毋过总讲一句，拢是我的唔对，才害恁母仔囝受这么多的苦。也毋过伫一路坚持，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，补偿这二十年来你所欠缺的父母亲情。阿雄，你安尼讲都唔对啊！这二十多年来，我甲仁英啊，疼惜玉兰，比亲生的搁较少。敢讲阮的付出，都毋是父母亲情是？什么呀？你误会我的意思，我失言了。玉兰，你甲我讲，我应该都要安怎做？你才平静，你才肯原谅我。阿雄啊，我想
玉兰是一时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，你让伊情绪较稳定呢，让伊冷静一下，伊若想开啊，自然就会接受啊。哎，对啦对啦，阿勇啊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玲姐，真感谢，感谢你阿阿婆，这二十年来，安尼照顾起来。我嘛唔知影讲要安怎来答谢你，不过我希望讲，你来甲阿婆，会当替我斗讲的，早一日，互阮爸仔寄寿年，我头好带叫咱，倒来厝里认祖归宗。阿勇，你即摆讲啥物啊？啊，你意思唔着讲，你甲叫咱带走就对啦。咱着问看阮阿婆会同意无？你心肝是来真凶，一个开嘴，都要把我的查某囝带走，将心比心啦！你嘛小想看卖，你二十多年来，阮的阿母是安怎付出，是安怎伫咧过日子，尤其是玉兰要手术的前前后后，阮阿母是安怎咧受折磨。你即摆要把玉兰带转去认祖归宗，安尼我毋着啥物拢无啊？你有先替阮想一下无？心病啊！你安尼是咧创啥？阿勇伊毋是外人，伊是玉兰的亲生爸爸。就算伊要甲玉兰带转去认祖归宗，伊嘛袂傲慢，甲无要互咱甲玉兰见面。哎呀，仁英啊，敢讲你也同意讲阿勇甲玉兰带转去先？那咱以后两个，毋着无依无啊？是袂呀？我无遮尔自私啦。以后玉兰看是要住在遮。你也是要等于王家，互玉兰家己去决定。那是玉兰家己决定，这点我会当同意。但目的玉兰还未做决定之前，我看以后你莫来我厝内行呾，较袂影响着玉兰做决定，啊？我有打电话谢芬啦，我唔知会知讲你倒伫遮。本来谢芬讲要陪我来，我是讲想换，我家己来就好。哦，啊，歹势，我遮着乱七八糟的。无要紧啦，查甫囡仔拢安尼。啊，我来，甲你交流。袂啦，啊，你遮甲我陪啊。哦，我来听，小等者。我听文公讲啦，讲澳洲边个代表真强势，那咧你就要加费一决心哦。袂啦，姐啊，遐无啥啦。我认为哦，总代理伫签约之前，大家应该研究清楚。等签约以后，再要修改内容，当然对方无欢喜，这嘛真合理的嘛。不过，我认为文广啊，真巧，佮另外签一条，假使有甚物异议的时阵，经过双方同意，佮会当修改，咱才有这个权利哦，头更改内容嘛。啊，合约咁处理好势。我来处理。好，安尼你就要加费一寡精神。来，安尼啉一杯。姐啊，细芬讲哦，这酒鬼哦，拢是一点一点豆豆啉才变酒鬼。姐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来叫芬讲来不？免啦，我今日来你家开讲。是要讲你甲玉兰中间的代志。今仔日文忠甲玉兰会演变甲兄妹仔来结婚，这你要负一半责任。姐，我现在负什么责啊？当初你若甲玉兰来结婚，今
今仔日都袂发生遮尼多事，啊，我实在想袂出有啥物理由，你要放弃玉兰。当然啦，今仔日毋是因为讲玉兰已经是我的查某囝，我就讲玉兰较好。我少年的时阵啊，嘛捌为着爱情轰轰烈烈。既然你甲爱一个人，你就爱坚持到底。 保护伊，莫让伊去受伤害。这，我这世人上害人，不是干那有人呀，还佮我妈妈，佮我结婚。可是为着要佮有人结婚，我必须放下受婚。我妈佮无同意，那呢，我只好选择清静。嗯，你选择清静，那你就表示讲。 你甲玉兰这段的过去要甲放下去，啊！你敢有想到玉兰的未来？有人讲啦，你是因为玉兰有心脏病，你才来戒毒分流。也不过即马玉兰已经开刀啊，变成一个健康的人。也嘛有人讲啦，你是因为受分才来戒毒分流。也毋过玉兰即马。 已经是我的查某囝，我若来去跟恁妈妈讲，我相信伊会同意恁两个搁再斗阵。笑，查甫囝讲话算话，我跟玉兰感情已经得到了解，我是无可能反起反倒的。你是嘴咧讲，你心甲放会落去。搁再讲，文章甲玉兰两个是兄妹。 细准，甲门看卖咧，看伊对这个水蛇因为啥，你为印象安怎？嗯，我才不爱看。我若卡去甲门哦，伊水蛇我是故意安排印象真诶，到时有介意嘛，甲我讲无介。嘿，咱细准哦，自甲玉兰分手了后，我就看伊安尼闷闷不乐咧。伊若是讲会当甲迄个沙拉迄查某做朋友，嘿，伊若是欢喜哦，对人家都有希望安尼。大兄。 你也唔像咱细阵迄个个性，嗯，人较健乖，咱若欢喜，咱介意的，伊敢就会照咱的愿望是哦。诶，阿爷那安尼讲起来，咱伫安排细阵甲水蛇因卫生，愈来相亲，暗都白相的。我，有影足无彩，迄个沙拉迄查囡仔吼，有影足水的啦，哪有参照水蛇安尼，未输火车到过的是了也歹。 大家都有事先讲好啊，食一顿饭尔。哎，你是莫搞话，搁走去甲世尊讲呢？顺其自然，看因缘倒啊。袂啦，袂啦，袂啦。送上来。嘿，啥？嘿，嘿，志尊，来来，林姐，林姐，林姐啦。啊，志尊啊，较济啦。哎，多谢。啊，你哪有闲人来？ 是安尼啦，啊，我是来探听吼，恁对阮贵姓女哦，印象如何啦？有啦，我有介意啦，啊，都唔知阮细尊阿哪想的咧，哎，啊，恁贵姓女咧，伊敢有讲啥？啊，煞唔知阮贵姓女哦，看介意就恁细尊。哎，今仔日吼，佮专工约我出来呢，哎，你问我吼，恁细尊的代志啊？真是嘞，哎哎，啊，伊讲啥？讲啥？ 是也袂讲到遐尔啦，要不然你讲哦，迄人阮外甥女哦，目睭是伸咧头壳顶，我看会出来啦。对恁细尊的印象哦，拜。阮
细阵哦，平常时嘛拢用鼻孔来看人诶，阮人缘到初高塔啊。嘿，阮莎拉哦，嘛是出国留学呢。嘿，阮咧男班一叠一叠呢。哎呀，阮莎拉人生做水，气质嘛介高尚啊。那恁月前女友有迄个甲因讲哦，通嫁互阮细阵算伊福气。哎呀，啊恁细阵也会当娶到阮莎拉哦，真是好积德。阮该啦。是少年的第一相亲，也是恁两个第一相亲啊？那么你？无啦无啦无啦，人我是伫讲哦，阮三阿人嘛袂歹啦，啊会当配到恁谢尊哦，是龙仔入猫，应该袂输才对啦。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讲啥哦？恁个贵姓女哦，我有卡。安尼上介好啦，我看归去安尼啦，甲恁少年的哦，叫来当面问一下清楚点。无得甲这个分数哦，就安尼讲钱嘛。好，好，来来来，你坐，你坐。坐下，坐下。哎，大爷。啊？我要来去甲世尊开嘴。诶，囝你生的，啊，你家己想办法啦。像一这样的代志，我想，任何一个搁较健康的人，对你袂堪忍。你，我真烦恼你。你家己都做有这么多代志，你搁会烦恼我？你放心啦，我已经学会晓安怎坚强，安怎调适家己的心情啊。虽然讲我到今麦还是无法度接受这款的事实，也毋过好佳哉啦，咱无做出啥物超过的代志。若无今麦哦，我真正毋知影要怎面对你。其实这种的比较，咱早就会当预防啊。啊，毋过这么侪人。就是无一个人要甲咱讲实话，我真正袂当原谅伊。分命无怨天啊，咱家己当接受命运的安排。虽然我都做阿母，我都陪伴你到老。唔对唔对，就算讲是阿母，嘛不一定能做伙到老啦。有时哦，意见袂合。会冤家，会离婚，会歹面相看。也毋过，咱袂，因为我是你的哥哥，你是我的妹妹，咱是上亲的人。我会当照顾你一世人。关心你一世人，有一个这么爱我、这么疼惜我的哥哥，是我的福气，我一定好好珍惜。咱还没有缘分，我卖珍惜咱的感情。玉兰，答应我，你
你一定要坚强，莫伫关伫咧厝诶，安尼大家会真烦恼哩，知影？若无，咱即摆出去外面行行。好啦，行啦，就当作哦，哥哥心情无好，你陪我。好啦，行啦。 袁先生你好。啊 ，Sarah 去食饭啊！对你好奇啊！甲伊讲真笑的啦，是因为我拄仔倒来台湾，对台北话题毋是真了解，所以台北个时阵，我想要找一个对台湾时势的人来介绍一间好的餐厅。好啊，啊若无，就互我再在地请你啊！我知影这附近啊，一间袂歹的餐厅，咱去遐食。好啊，行。 咱去食饭，行啦。安怎？不客气。原来，我去也是准叫来。 这罕行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但是安怎啦？是不是阿雄要认查某囝，啊，阮玉兰即摆还要咧考虑。换你亲生出嘛，要来接阮玉兰倒转去是？玉兰啊，是阿雄伫咧外面生，到我什么地带啊？伊无愿意转来上好，较免我操烦。那你是要操烦啥？哦。 超凡以后，加一个人，甲你分财产是？分财产？阿雄人勇勇行行，哎呦，这款话啊，我是唔敢讲。嘛，敢那你乌心平哦，会伫这个时阵，搁想着要分阮王家的财产。
你想讲玉兰是天公伯啊送予你的一只金鸡母，啊将来靠玉兰就好命。你把我欧新平看作是甚物款人啊？我感觉迄种靠查某囝荣华富贵的人，阮玉兰是无人要挃的时阵啊，我昂昂又又甲摸倒来厝腰的，这叫做好心有好报，天公疼好人。是天公无目睭，参像你这款人嘛，好作好人，是好人啦。做人哦，都爱有信用。你讲要行钱，结果咧，敢那用一支嘴讲一下，一点仔消息嘛无。嗨，桂莲啊，啊，等你来行都无咧讨啊，啊，你是咧急什么啦？啊，是阮阿兄我甲你讨。我看你今嘛是想要靠玉兰这块保幸福。你知影，阮阿兄重情重义，啊心肝软，啊你都永远要行钱啊，王小平。鱼还鱼，虾还虾，阿兄是阿兄，我是我，钱是为我这边借出去的，都必须爱为我这边讨回来。嗯，安尼上好。好佳哉，你还佫知影讲鱼还鱼，虾还虾。既然钱是我借的，莫牵拖伫阮查某囝遐去。林桂莲，等你迄个三脚鸟的功夫，莫笑想踮我面头前人啦。你就是我唔知影是，伊叫你文玲去日本找迄个买天母迄个地迄个日本人，你目的是为着要逼我甲故意行你，对唔？我唔对啊，啊对付你这款人哦。嘛，敢那用你用这款的方式，欧兄平，你册个书哦，赶紧签签的啦。到时阵哦，迄块地卖出去，你就一定还阮钱啊。卖戆啊啦！啊，你行情嘛真无通光啊。但是卖房地产这种景气，填补迄块地，若要开一个我满意的价钱，我绝对无可能签字啦。好啊，啊你嘛爱给阮一个保障，什么时阵还钱？总是爱有一个时间。唉，像你咧讨钱讨这行的，啊你逼我去死！无安尼啦，既然你较袂放心，我甲新平企业规拢让乎你，安尼毋就好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安尼是咧笑啥物？唉，我甲新平企业规个拢互你抵押，是肥是直？你嘛，给我一个答复。啥人要挃你已经破公司哈？你讲较客气就好。啥物人敢讲我的公司是破公司？大刚早三点半，四过伫中钱，借钱讲唔行。我看迄间公司根本就是一个空壳公司。你食我真够哦！我知影，我知影。你哦，若毋是代念，我是阿雄的细。你哦，早就把我豁出去啊，对不？欧兴平，不管大某也好，细姨也好，欠债行情是天公地道的代志。你遐的少林步数，我嘛拢学会晓。今仔日哦，我嘛有早到阴机，可偏到时阵哦，你搁伫阿雄面头前甲我投讲，我林桂莲找人甲欧兴平拍。我给你时间好了，你把迄块地块你留出来，若无，你就准备等我律师寄予你的批。玉兰啊，你是安怎把我去啊？细准叫回来。我甲世尊拢个选择放弃所有感情，伊就有交朋友的权利。你一边想，去叫伊倒。我唔相信世尊哦，这么紧就当甲你放下袂记啊！我嘛唔相信伊哦，这么紧就当找到另外一段感情。玉兰，我知影爱你甲世尊放下袂记，唔是遐尔简单的代志。我相信世尊对你嘛是同款，你也是爱伊的，对不？
有什么代志？我是要请教你，你什么时阵要等于姚兰新夫兵？我不是答应过，未跟你请过来。你今麦嘛应该知影，我跟姚兰的关系。现在你别去安慰伊。有这些阿姨，今麦佫加一个这么好阿兄，我的关心佮安慰是假的。 文章，你有什么理由怕我？你敢不知影姚兰是安怎要叫我？因为知影你为难，才强逼你跟伊结婚。你会对不起你妈妈。假使伊若无结婚，你就鬼死人拢不爱娶。所以选择离开道了，伊就要叫我。伊连结婚都要替你想，啊你呢？你竟然认为连安慰都是假？ 无管你这么紧哦，都找到另外一个查某了。文章，你清清楚，我跟姚兰想到袂当做伙。我无袂记起，我对你的承诺，我早就已经接受了。命运给我安排，命运的安排，今麦你嘛看到，命运给我什么款的安排？ 时阵，至少你还够有机会，应该好好照顾伊来，珍惜伊来，好我搁爱一摆。但我永远敢那是伊的哥哥，所以你以前对我的承诺，已经拢无遵守。咱两个人家庭背景无同款。 你会当放下你的父母，也唔过我袂用。嘛，只有我二十万年，搞起来用途，我会这么痛苦放弃下来，就是因为我选择做你，选择做一个好主。我唔对，文章，我承认我跟你无同款，我无得参照你这么勇敢，这么果断，我迄拢是你的借口啦。 甘世尊，你为着伊，连正骨都唔照掉，这段牺牲你拢做，今麦有机会当互你的牺牲得到代价，你是该丢人啥？已经唔是你冤仇人查某囝，敢讲你阁想袂通？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真。 对不起，你今麦就要离家？我无安尼讲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人过生活。是不是叫兰叫你安尼做？有人敢不是这款人？啊，无是为着啥？哦，是因为安尼，所以讲你要离开这个厝，去外口生活。我认为安尼哦，你是无你的要求。 会发生这款代志，我连民房都想不到。这嘛是吼，大家无愿意看到。我这嘛嘛真懊恼，也不过这是我家己做的代，这嘛要后悔也未晚。我一直想办法要来弥补，弥补玉兰、家人妈妈、家人这个家庭，甲企业的伤害。为什么在这个时阵，你若无替我来立场小想看，敢若想你的心情？ 你是捌代志，也是毋捌代志。对啦，代志哦演变到这，嘛讲袂清，写人对，写人毋对啊。文章，伊妈妈个性，我是绝对无法度接受的。也毋过，为着海邦，我嘛爱忍气吞声。即嘛上重要的是。
咱规家伙也都爱合作，心肝捡做伙，把伤害降到上低，全力让风波平静，让咱家己心情平静。以后若有啥物想法，再搁讲好不好？不管你要接受还是不接受，爸爸搁家己回信了。冷静一下也好嘞。假使讲伊家己若是想袂开，咱也是无法度。都是你啦，你若无遐风流济，文章也想袂开，佫着爱你帮忙。而且吼，安怎？这个乌生平吼，即嘛欢喜啊吼。天公伯啊，白白送伊一只金鸡母。什么金鸡母？金鸡母会生金鸡卵，敢毋是？等叫咱转来认祖归宗，这个乌生平哦，无缘无故靠这查埔囝就用你发财啊！以后哦，真正是脚床坐米红，手忙在钱当，愈想愈唔甘。下晡我去找伊讨钱。讨什么钱？我家己有方法，你妈咧大主大意。你有啥物方法哈？乌生平哦，早就甲你食到死死死啊！伊知影你是一个爱面子、面皮薄、搁惜情的人，哼，迄个样伊早都袂记得啊。我若无去甲伊讨，伊根本就无想要还。嘿嘿嘿，你莫安尼哦，这个时阵我还袂甲叫人收你，莫安尼生气发型，惹了乌心平，以后日子是真歹过。那不是要安怎？你今晚有叫人啊？是毋是连我甲文忠你拢无要挃啊？我若无把你的财产顾好，以后我甲文忠是不是出去要做乞丐给人分啊？哎，你妈咧愈讲愈唔是款啦！我什么时阵欠你用欠你吃？唔是我甲你叫去，嘛唔是我甲你做三亏。你若不相信咯，你家己听。是公爹回乡的王家张春红，妈，阿姐嘛，你哪过去念经？我就想讲哦，张春红这世人啊，你孤孤单单，阿姨阁是怕病来死，讲起来哦，嘛真可怜呐。唔只想讲哦，读一部经回乡给伊。对我伊安尼离开吼，对伊来讲，颠倒是想解脱啦，后盖就无变去啊。我看到玉兰，哭到那亲像都无目屎，看安尼哦，我感觉真做唔甘的。玉兰哦，才拄啊甲伊亲生妈妈相认，都爱面对妈妈过身的打击，当然嘛会哭到无目屎。文章反应安怎？文章就更加可怜啦啦，伊在众人面头前不得不接受玉兰是亲生小妹的事实。我是惊伊讲伊袂堪要这种打击的。妈，小强爸甲玉兰因的 DNA 报告交文章的啦。我感觉我安尼做，我真正做残忍的。文公，你唔好自责啦。啊，你安尼做，嘛是为着咱王家的名声。我相信文忠吼，伊应该袂怪你才对啦。
讲起来哦，文中这个感情路嘛，行了真坎坷啦。你这几天若有闲哦，就尽量去陪伊啦，安慰伊，唔通让伊想袂开呢。我知啦，妈。妈，啊，是不是每一个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，拢一定会受到伤害啊？那安尼，谁敢结婚啊？像文中这款遭遇哦，台湾2300万人找无第二个啦。一人一款命，你袂参就伊啦，吼。啊，不过在我身躯边的每一个亲人，在感情上，拢无共款程度的缺陷嘛。妈，就那参像你甲我亲生爸爸，你甲爸，爸甲二娘，世尊伊甲玉兰。有人甲文中，即每一个人咧感情上，拢无一个是顺利，一个是完美。我只做希望讲无发生这个代志。后盖我看到客爸客母，还是讲看到有人，我拢唔知要用什么款的心态去面对因啦。阿勇，哎爸，阿你来接我再来。即嘛是下到底事件，有苦无底讲。桂莲未谅解我，甲我哭哭火无大去。即嘛连文章都讲要搬出去，我实在唔知要安怎办才好咧。来吧，先莫想遐济啦，先啉茶啦。啊，啊，进前文章哦，一心一意想要娶玉兰。啊！不过即摆代志演变到安尼，伊嘛毋知要安怎面对啦。伊只有选择逃避，毋知要搬出去啊。你嘛知影，这件代志我是无奈。文哥，你若是拄到文中，尽量甲开炮听。我尽量啦，啊不，我即摆来找伊啦。是要点香拜拜，来去拜拜啊！本来我想讲要烧香，甲咱公妈讲一声，讲咱公家今晚有咱这个查某孙，杨哥，杨哥安那？有了伊不承认，我是爸爸。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情绵绵，不知是苦也是甜。承认我是爸爸，我是要来甲公妈讲。阿勇，玉兰虽然无讲，啊，不过我体会到，当年你无负起照顾伊妈妈的责任，害伊妈妈必须爱将伊分给别人养。你的玉兰心内，当然嘛会替伊妈妈唔管，伊哪有可能承认你啦？当年我根本都唔知影讲张春芳到底迄个囡仔是我的，这要来使怪我？你袂用讲你唔知影就无罪，这就是当年你风流所造成的悲剧，敢毋是？我是用哦急点点啊，啊目睭开一个，啊不过你袂用自欺欺人，这一切一切无怪你，是要怪谁？甲我讲，假使以后我若是搁交女，我是不是叫伊大家拢验 DNA， 看是不是你查某囝，安尼我才能去相佮伊交。